复生节，我是乔中立。1979年春季，辣辣上海闹市中心的人民广场，辣辣淮海路和平路民主巷，辣辣复兴公园茶室，阿拉曾经是朋友，是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一个辰光，那才叫我老焦。我有辰光只有30几岁，读大学辰光受到了批判，当然有怕我啥。文化大革命当中也受到派，当成已经反革命，所以我要求中国改革开放的心情是比较迫切的，要走中国走向民主法治、公平正义的心情是比较迫切的。所以来了肯定一种偶然的情况的，我觉得到所谓自己民主人的觉得到人民广场四号当中，也特别认得，还特许许多多亲戚朋友认得。我特侬接触不多，但有一个细节，我记得相当清楚。1979年春季辰光，有一趟我特侬辣辣英雄庙屋里向见面，我伸出手来，特侬紧紧握手，我讲坚持到底。侬也讲了一句坚持到底，这个细节一直保留了了我脑海当中，所以我以后行过没特四号案的人有啥个接触，但是我还是断断续续的听到了侬的消息，多次被毒，多次受批判，多次受拍。我想侬也做到了坚持到底。我现在已经要将近70岁的人了，因为了屋里向写自传，得罪了警察，现在被警察关了精神病院里向。通过今朝搿段对话，侬通过我讲的闲话，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。我是一个大脑思维十分清晰的人，是一个大脑思维正常的人。希望我今朝的搿段讲话，通过我的朋友，能够传达到侬搿搭，得到侬的帮助，帮助我早日离开精神病，恢复人生事业。因为呢，不动政见在关了精神病院里向，这个是前苏联的做法。搿条路是条死路，希望我不幸遭遇能够得到侬的帮助，得到所有海内的朋友的同情和帮助，谢谢。